highway bully in Beijing loves shallots pancakes. 我们这个葱油饼呢的秘密呢，就是这个开始和面，用水和的这个面，和好了这个面，我小时候在北京，我妈经常给我做葱油饼吃。60年的时候粮食紧张，我们的油也没有，这一个月给1.2两油，面呢也很少，所以我们呢那个时候就吃不上葱油饼了。现在呢我们到了澳洲，我妈妈给我做这个葱油饼呢，我们一吃呢感觉到就是澳洲的面，第一是面好，它的油也好，而且那个葱呢也很新鲜。妈说跟北京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那么香，是吧？现在呢比北京还香，是确实是它，因为东西确实是好的。哦，玩的哈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Thank you。I'm very late. Loves pancake.